他在讲的时候，你看他一边哭一边讲，当然很多人听了就觉得说，哎，有那种什么小三联盟啊，就说哇，这种男人好棒哦，就是我愿意为我粉身碎骨。小三啊，是如果我的这个外遇对象这样子大庭广众讲这样的话，我真的觉得在小三门的眼中，他是有尬子的，是有尬子的，他还在护着小三。对，他是有尬子的。所以刚刚阿正老师说他不这样觉得，我来跟大家讲为什么大家会这样觉得。第一，他就是承认我对王彤有不一样的感情，对，没有控制。第二，老婆你这样子做，我以后怎么面对王彤，面对他的家人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他今天要讲说，他应该把话讲清楚，我是喜欢王彤，可是王彤一直告诉我你有老婆，不要做这种事。他如果讲到这边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那就好了。可是你讲的那么暧昧，那搞得王彤在旁边说啊是怎样，我什么时候？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，假设王彤今天真的没有，他只是觉得我跟他就是好朋友，谁说异性不能有闺蜜？